放心了，今天色房东没有来跟我们收房租。哈哈，阿妹，关门。无房租，钱拿来。这是一张保证能让男人来找我结婚的灵符。火化以后，先往东方叩拜77.49，再往西方叩拜3天3夜，再往南方。你的算什么？我的灵符才是最有效的。征男性职员代优，只要一贴出去，我保证人潮滚滚，一海漂的男人上门。征倒霉老公代优，我帮你出去接哈。用这种杯子喝酒，男人会觉得你天真没有心眼；用这种，男人会觉得你闷骚有劲；用这种，男人会觉得你冲动热情。对着瓶口喝酒，说明你失恋了，需要男人的安慰。结婚狂最需要，让他先选一种。我要替你好好的补一下身体。钱从哪儿来的？你不是嫌那个钻表的生日礼物太奢侈了吗？我把它给卖了。这个钱留着过日子好不好？你干嘛生这么大气啊？我也是心疼你嘛。你每天在外面奔波找工作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。我也没有花多少钱，就是买了这么一桌子菜嘛。再说了，应该放轻松一点嘛。就算是苦中作乐，偶尔善待自己一下。你说够了没有？我们凭什么吃这些东西？哈，滋补营养，苦中作乐。你我是穷人，听清楚，穷人。你都怎么了？放！穷人谈什么享受？凭什么善待自己？你知不知道弄这一桌菜的钱，我们可以生活一个月的。龙虾。疯了你！鲍鱼，我让你吃。烤鸭，鱼翅。你来了，对呀、啊。我很好奇，我们这个事情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？我们两个人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？好朋友，还是陌生人？都有可能吧，这个主要看你。那如果我说作为夫妻假戏真做呢？不可能吧？嗯，当然不可能了。你看你笨得连汤都不会喝，做错什么事情啦？这叫恶有恶报。Thank you.
干嘛要跟踪我？之前那些恐吓的东西都是你寄的吧？为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把话说清楚。对呀，你得了报应，得了报应。报应？什么报应啊？你抢走别人最珍贵、最心爱的东西，难道不应该有报应吗？你是说孙念慈？啊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跟他结婚只是演了一场戏，目的是为了让他的妈妈高兴而已。你说谎！你明明利用这个机会，一步一步接近他，诱惑他，想假戏真做，顺水推舟，我都听到了。哎，不不不，我跟他只是谈生意，谈钱不谈感情，真的。你想跟他怎么样都行，随便随便，你也可以当我不存在。难怪他会找你演结婚的戏。这个戴着伪善面具的恶毒女人，你的演技真好。还是那句话，你会得的报应。哼，莫名其妙的跑出一个第三者。不对，我才是第三者。一份冷面，要要要，再给我加点，再给我加点，先放这儿了。腿怎么变成这样？有多久？我自己都想不起来有多久了。你不是回家了吗？我现在在工地上打工，家里的事业全垮了，现在跟你一样，要靠体力赚钱。我一直在想，看有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们和过去一样打拼。说真的，我挺怀念过去那段时间。徐副总呢？他们家的生意和我们家有合作，所以也没逃过这次劫难。我的状况也不是特别好，拿着先用吧。你拿着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有空我再来看你。王浩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。以前我是受人指使才故意跟你做朋友的，目的就是要随时注意你的举动，想办法打击你、陷害你，让你在外头生存不下去，这样你就能乖乖的回去当大少爷。就连上次你被电击棒电昏，都是我干的。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？余露，我为了钱听他的摆布，千方百计破坏你的事情，没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，连续被车撞了两次，一路倒鞋霉，干什么事都不顺，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王浩，我对不起你。张背景全是夏威夷，梦幻浪漫好地方。他是
接我打秋风，男女老幼大大小小叔叔姑妈一个不落空。白喜酒我算盆八，青菜萝卜比豆多，青菜豆腐当砂锅，一茶带酒小声说，红包我到手绝对不啰嗦。龚先生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大仙子提早到了，我魂都还没结，没想到就要去了。哎，龚先生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到上面床上好好的躺着，你记住了，救护车来载我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呜咦呜咦呜咦，我不想惊动太多人。哎，龚先生，哎，你听我说，哎，龚先生，龚先生。我是来通知你的，检验报告都搞错了，得血癌的不是你，是我们搞错了。你没病不会死。麻烦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得血癌的是另外一个叫恭喜的老先生，不是你恭喜，是我们弄错了，实在抱歉，抱歉。所以说我不会死。不会，像你这么健康，哎，再过个三五十年也轮不上你呀。麻烦你稍等一下。你什么意思？啊，顾先生，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。我是实在是无心之过。你为什么提早告诉我？我，你为什么不等我跟心爱的女人结婚之后再说？你知不知道提早把人从美梦之中叫起来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？你知不知道上了车子发动引擎之后发现轮胎全崩那种感觉很烂？你知不知道坐上马桶发现没有卫生纸那种感觉很呕啊？我先生，你两个礼拜以后再来通知我，今天这一次不算，不算，你滚！哎，好好，我走。等一下，我警告你，两个礼拜以内啊，你要是敢泄露这个秘密的话，我就告你，是告你草菅人命。我复活了，老天有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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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知道这个消息是会高兴还是不理我？不管，先把婚结了再说，然后再想办法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去上班了吗？你也不早点告诉我。我只买了一份饭呢。你怎么把行李全都拿出来了呀？东西都是我收拾的，三个皮箱是你的，一个是我的，你走还是我走，我们现在就谈清楚。你做的那些事情，我全部都知道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刘明，他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告诉我，我不想再跟你讨论你有多卑鄙，你有多狠毒。这里，只要你住下，我就走。王浩，我不知道你听了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。可是我心甘情愿跟你过苦日子，难道你还看不出来我有多爱你吗？难道还不能澄清那些人对我莫名其妙的重伤吗？这戴的是副虚伪的假面具，这样会让我更讨厌你。
不在。那不知道、不清楚、不晓得。我还没有说我来干嘛。我知道你要找小婷。来，来，来，看那儿没有？一条小船，是吧？我跟你讲啊，你坐上那个小船，划划划划两个小时，到对面那个湖边有一片森林，旁边有一条小路，你绕那路走走走走到森林后面呢，然后你叫台出租车啊，到乌鲁木齐去，你到乌鲁木齐呢再换飞机，换飞机之后呢，你再可以到那个西马。哎呦，啊，我心脏快锁了，晕，锁了，晕，小医院不行，要大大医院，大医院。最好是到东北那家哈尔滨大医院。哈尔滨，王浩，我跟你说老实话，我得了绝症，是没什么多少天好。我跟小平现在决定，在我还活的时候完成婚礼。我还要告诉你，王浩，我跟小平永远深爱着对方，哪怕是阴阳两隔、天人遥远。你要是够意思的话，你现在是应该给我们祝福，而不是来影响小平、骚扰小平。我还要告诉你，我爱他，就成全我这一次。小平，你吃的跟他们不一样，这是我为你特别调制的浓情蜜意早餐，请慢慢享用我的真情。嗯，谢谢。哇，小平好幸福啊！好幸福。喜帖我都印好了。这么快啊？不是昨天才选好的样式吗？夜长梦多嘛。我的意思是说迫不及待，我通知印刷厂连夜加班赶印出来的，好尽快通知我们的亲朋好友来分享我们的喜悦，来给我们的祝福啊。他是害怕自己随时早上会醒不来了。哦，我定好蜜月旅行的地点，完全会让你满意。哎，我们到深圳去享受他一个礼拜的沙滩跟阳光，哎，再到内蒙古大草原去享受那个豪放牧情，哦耶！咕噜咕噜咕噜咕，再到四川重庆吃他一个礼拜的麻辣火锅，过瘾吧？反正这样对你会不会太累了？累什么累呢？我计划我们然后再去广西一览的桂林山水甲天下，阳朔山水甲桂林。哎，对不起，恭喜，对不起，我打扰你一下啊。你这样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安排下去。时间会不会不够啊？够啊，当然够啊。那我计划再到小平去这个澳洲看袋鼠，再到这个非洲去看土著，然后再去纽西兰看鲸鱼。哇，那个精彩的！你不是说时间已经不多了？完了，要穿帮了，怎么办？装病，血癌就是流血会流不停。哼，为什么？
为什么你们要吵醒我编织的美梦？这几天我过得好快乐，我几乎要忘记我是一个快死的人。你们为什么狠心勾起我这恐怖的回忆呢？恭喜你想吃番茄酱啊。哎呀，你早说呀，知道你啊，你说一声嘛，我们都来来吃东西，要告诉我们。来，哎呀，恭喜，好可怜，什么都不想吃，想吃番茄酱，酸酸又很开胃的。明天多买两个番茄酱啊。来倒一勺。流血流成怎么办？血还会有什么症状？想吃就吃吧。发抖，发抖，抽筋，抽筋。杨天峰，好多了，我去休息一下。我们把他救活了耶！可是咱就有雪儿，又有杨天峰，好可怜哦。要多一点笑容，你今天说话了就不错了。好，再见了，再见，再见。你们好。何小姐，有位男士要进来。你没长眼睛啊？他是老板的老公，放他进来。有事吗？朱楠，我想请你嫁给我。戏不是已经演过了吗？怎么要来这里重播一次啊？哦，我不是在演戏。那你就快点跪下向他求婚呐。孙念慈正式向何如兰小姐求婚，请你同意嫁给我。大声一点，再说一次。孙念慈正式向何如兰小姐求婚，请你同意嫁给我。下跪，这种方式已经落伍了。落伍的方式正好对付落伍的女人。我们不是已经结过婚了吗？那个不算数的。如南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能陪我到美国去吗？美国？哦，我接受了美国一家大公司的邀请，决定到曼哈顿去发展我的事业。薪水很高的。我这个人不太善于交际，更别说怎么样推销自己了。不过这个刚好是你的特长啊，我希望你留在我身边。他是说他想让你一辈子留在他身边。那你妈妈呢？是他让孙先生来找你的。是你妈让你来娶我的？是啊。啊，他自己也想来娶你，所以他才来向你求婚。是，如南，我爱你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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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愿意。我，再让我考虑一下，给我两天时间。好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如南。愿意。成功了！
孩子这么大声讲话，男人是不会喜欢的。男人求婚是家常便饭，女人还不知道答不答应呢。我的这位朋友啊，是男人婆，所以没那么简单。你答应了没有？我只答应他，考虑两天。我忘了补充一句，女人答应求婚也是家常便饭，男人婆也是女人嘛。这是我见到第三者出现最快的一次。云小姐，云小姐，云小姐，喂喂喂，你们快派人来，这里好像有个死人呢、啊！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谁死了？发神经啊！你才发神经嘞！没事，在这边眼眨也不眨，动也不动的。哎，对不起啊，他又活过来了。你来找我老公啊？他上班了，很晚才会回来的。那你也不用一直这样子躺着等他回来吧。我去给你泡杯茶。嗯，好。哎，臭鸡蛋，没事，你装死啊啊！来，先喝点粥垫垫底，吃完以后我给你吃退烧药。你别跟自己过意不去嘛，两天两夜不吃东西会把身体搞坏的，一定又是王浩的问题。他在哪里？他为什么都不管你？他走了，他再也不会回到我身边。怎么办？我会等他的，我要等他良心发现，他一定会回来的，对不对？不敢进去。恭喜在里边。啊，他是不是已经找了个秘书？帮他记遗言。我刚讲的你都记起来了没有？都记下来了。太好了，我先要交代一些事情。跟你们几个好。
好姐妹有关，可是她们怎么都不在啊？是有关于我的遗产，我想把它送给对我最好的女生。对不起，来了。你们都回来了。你们都按了，那我要按哪里？帮你按。我知道这些房子都不是你的，那你的存款有多少啊？我有45万。我想一人送你们一只，我祝你们长命百岁。你才乌龟呢。换我了。哎，我最近学了一个拍打法，来帮你拍一拍好不好？怎么样？舒服吧？在啊，你们都知道我时间不多了，万一谢谢。我是说万一啊，我的病突然间好了，不会死了，你们会不会还对我这么好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们发现我装病糊弄你们，你们会不会不谅解我？你们希望我死，不希望我好啊！不，我们不会是那种人的。对，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。活下来最好，活下来最好。对，如果有奇迹发现，我们还是会很替你高兴的啊。对呀，是有奇迹啊，对不对？真的。那假如说有奇迹的话，你是不是还愿意嫁给我，陪我共度一生？三个要帮我作证哦。听见了。好心有好报。喂，是我。王浩，你在哪里？在很远的地方。你告诉我你在哪里。我今天打电话给你，只是想祝福你新婚快乐。我有些话想要跟你说，你让我去找你好不好？你如果不想让别人知道你在哪里，我保证不会说出去的。你让我去找你，你让我见你一面好不好？计程车已经在门口了。哦，那你这是能源时刻表，这是地图，千万不要迷路啊。谢谢。我觉得好紧张啊，你就要抛弃恭喜投向别人的怀抱了。不是啦，我很快就会回来了，回来我再跟恭喜解释清楚。哎，你从大门走啊？出去不走大门吗？你不怕碰到恭喜啊？你信不信他在门口装了5个机关，说不定还有针孔摄影机。那我走阳台。哎，恭喜最爱爬阳台了。那我爬窗户。哎，你忘了那天下雨他就从这爬进来的。我知道厨房这有通道，我走那儿。恭喜告诉我，他在那儿偷偷打了一个地道。那到底要从哪里出去啊？我已经帮你想好了。
窗户后面有蛇。恭喜，最怕蛇了。可是我也怕蛇啊。我是骗他的，这是一个秘密。他肯定不在。对，东西的味道可以闻得出来，不在。我已经检查过了，没有蛇。小平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再过五天，我们就结婚了嘛啊！要回娘家呀！哎，恭喜你，懂不懂啊？结婚以前总得回娘家去准备准备吧。再说了，结婚那天晚上，小平的妈妈请了好多的亲戚啊、朋友啊，这你总得回去安排安排，对吧？哈。对啊，真的吗？我这头皮又在发麻，感觉好像什么东西不对劲。我头皮也好发麻。哎，什么麻不麻的？人家车在外面等半天了，快点去呀，小明，去。再见。啊，我要去女人俱乐部上班了。送我几句宝典吧。有关婚姻的。不准收费啊。我可以告诉你100个结婚的坏处，可是女人只要一个理由就可以结婚。那我的那个理由是什么？事业是你全心全意追求的，对吗？对。那就去把孙念慈成功的推上世界舞台。我又不是跟你在谈经纪人。你可以事业和婚姻同时经营，一举两得的事情不需要犹豫的。转眼间，事业、名望、财富、老公全到齐了。哪怕我不了解他，不爱他，你试着对一个男人说我爱你，说上5年，看你爱不爱他。谎话说久了，自己都会相信你。我没法做到。如果一个人要同时扮演好恋人与好配偶，就像同一个人要同时做天使和魔鬼一样，不可能让你全拿的。选择吧。其实你最大的烦恼就是那个护士小米。成就一个拿破仑要死多少人啊？你去追求婚姻大事，牺牲其他的女人是很正常的。他哭2天就没事儿了。从你脸上看到女人的表情，好像有点奇怪哦。好吧，教你一个绝招，让你去做选择。去和孙念慈同居。啊？好，好，好。就算我呢用错了字眼，那你去检验一下未来的老公，看你是不是所托非人，上错贼船。检验？Thank you.
王浩。先什么话都不要说，逃避一下现实。我突然想到一首歌，哎，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，直到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。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能呼吸，也要抱着你，形影不离。我一直到现在，才能真正体会这个歌里面的感受。